安娜的一些行为，我真的无法理解。他什么买这么多衣服呀？乱了，他哪个没有衣服穿？一个衣服都没有了，我一个衣服都不能穿了，我一件衣服也没有了，现在要去买衣服了。我一定要减肥，我真的太胖了。老公，我今天就吃一个黄瓜，我什么都不吃了。黄瓜怎么变黄瓜味的薯片了？太给你了，来卖。哎呦我的妈！给大家看看减肥的小胖有多拼，没有丑女人，没有胖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没有丑女人，没有胖女人，比个月来，只有懒女人，对生活比个月，加油小胖，坚持。你在没有我的地方早已习惯了吧，数着八小时之差，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，与另一座城市。小胖又在吃吃吃，看我怎么捉弄他。哎呦我的妈！当麦麦看到俯卧撑转场时，我也申请加入。来吧，我再看看视频。我先上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没热身，真实的，太轻松了，其实。没事吧？哇，很轻松。So as long as I live on love you.So beautiful. 变得有可了，又变不了。唱着我唱歌，你最美的歌，你的决定。让我看看是谁在屏幕前疯狂磕糖。年轻的像我老婆一样。之前我宝宝，哎，我袋鼠国的好吗？一直像个二十三岁的好帅。是谁在公费秀恩爱？今天只要我爱你。不经意透露进你的眼睛，像是当你有一个超贴心的老婆，你会超幸福，超幸福，超幸福，还是超幸福？